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米饭在日本。我是一个因为喜欢滑雪而留在北海道。接下来呢，我会一点点慢慢的分享我在北海道的日常生活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我现在生活在二世谷，二世谷那地方呢是以滑雪为著名的。几乎所有的餐厅、酒店、酒吧都集中在比罗夫这个地区。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比罗夫的黄金地段。从这个坡上来呢，是滑雪场最主要的一条路，非常有名，叫做比罗夫坡。从这个坡上去呢，就能到滑雪场，这附近有很多酒店，非常好，非常适合滑雪度假。那么北海道的乡下就是这样的，北海道的农村大概就是我视频拍的这样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